欢迎来到贝华川亚 A 工业及物流园。这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多功能综合工业项目，距离新山一机场和胡志明市中央商务区仅需一小时车程，距离凯莱港90分钟车程。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制造业投资者和仓库运营商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选择。贝华川亚 A 项目是一个灵活的双层坡道物业，专为制造业和仓库运营而设计。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26000平方米，两个独立坡道使物流交通流线通畅高效。贝华川亚 A 项目配备了现代化的设计规格，超大工业提升门有助于大规模高效运营。上下两层的室内净高均为9米，承重能力高一层达到每平方米3吨，二层达到每平方米2.5吨。按照美国国家防火协会标准 NFPA 设计审批和验收的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是首个越南公安部消防局。同时，办公空间的设计兼顾了舒适性和功能性，确保了最佳的工作环境。此外，该项目将申请 LEED 金级认证，彰显了贝华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凭借现代化的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贝华川亚 A 工业及物流园将成为制造业和仓库运营的不二选择，工业地产的领导者，您的越南专家。